阶层不属于隔离，所以这个驻足是要收费的，知道吧？哎，我们这边那、这个，11月9号、下的那个红通文件上面全是隔离，对我们这种全是。对，就是隔离，他也得收费的。隔离啊，隔离按照那个消费法，我们那个如果是强制隔离的，我们就不收我们的费；如果我们是自愿隔离的，就要收费。你们这个属于医学接测，不是我留着你走那个，我跟你走那个。不是，我们把那个红通文件给你看，我办一下。但是这个地方对您不是强制隔离。那个、医学检测接客，现在肯，因为那个红头文件11月9号，它是这样下达的，你们是自需下达的这个红头文件。我把那个文件给你看。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要求，这个也是这个不是之前假的酒店为什么要收200啊？那个戴斯酒店还要警校，还有那个党校都是收了100。如果你们收100呀，我们这个价格能接受；如果收200，确实不能接受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，是因为那俄罗纳奇地区，因为是因为这种情况，咱们的就是房间跟房间的层次是不一样的，这都是。